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雅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大小蜂窝针的棒针花样。那主要呢是用到了交叉针这个针法。花样呢所需要的起针数是8的倍数加2针啊，就是花样呢其实是8针一组，2针呢是编针。示范我起了18针。首先我们来看花样的第一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织一个左上2针交叉。左上2针交叉，左边2针在上面，右边2针呢我们放到后面啊，左上先织左边这2针啊，我们总是先织左边的针啊，再织右边的针，然后呢我们再织挑下的这2针套回棒针上，也是织2针正针。接着我们再织一个右上2针交叉，挑下右边这2针，右上放到前面，一样先织左边的2针织正针，再将挑下的这2针呢我们也是织正针。重复这8针啊，就是重复左上2针交叉以及右上2针交叉循环去织。好，接着我再示范一下，这一次呢我们不用扭花针来织啊，先织左上2针交叉，我们将4针呢平移到右针上面，左上2针左边2针在上面，所以呢我们从后面左针从后面穿右边2针，然后呢右针抽出来，再从前面穿左边这2针，这样交换一下位置，然后呢再套回左针，然后呢直接织这4针织正针。这个呢就是左上2针交叉不用扭针的织法。接着呢织右上2针交叉，也是我们先挑到右针上面，然后呢左针从前面，因为它是右上，所以它从前面穿右边这2针，然后呢右棒针抽出来，从后面穿后面这2针，再交换一下位置套回左棒针，将它们呢织正针。始终重复这8针的织法，最后一针编针呢我们织反针。好，接着花样的第二行，花样的第二行以及后面所有的双数行啊，就是第四行第六行第八行，它是8行一个循环啊，2468织法都一样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织一行反针。好，接着来看花样的第三行，第三行跟第五行的织法一样啊，都是呢织一行正针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开始织正针。好，最后一针呢织反针啊，第五行呢也是这么织。好，接着来看第七行，第七行呢第一针挑，然后呢重复8针的花样，那么就是跟第一行稍微反一下啊，我们先织右上2针交叉，挑下4针右上啊，所以呢我们先从前面穿入右边这2针，抽出来从穿后面这2针，套上左棒针啊，不能理解这样穿法的呢直接用扭针啊，这个会简单一点。织4针正针，然后呢再织左上2针交叉，一样左上，所以我们从后面
是这四针正针。然后呢，再重复右上两针交叉以及左上两针交叉，循环去织。我们用扭针，右上两针交叉，调下两针放到前面。再套回去。在左上两针交叉，左上调下右边两针呢，放到后面。套回去。看个人喜欢啊，有的人喜欢用扭针就用扭针，那不喜欢用扭针的呢，就用前面这个方法去织。最后一针边针呢，我们织反针。第八行前面就说了啊，跟第二行一样，第一针挑，然后织一行反针。好，后面呢我们就始终重复这个一到八行循环去织啊。这里呢我就是直接就开始花样的，照应该我们这个花样开始之前呢，织一段底边啊，这个底边呢，就如果你织围巾的话呢，可以织一段螺纹针啊，或者是织别的花样，织一段搓板针啊等等啊。那我这里呢就呈现这个花样，啊，这个花样织出来呢，会中间会形成这种小的蜂窝针，这个呢这里呢是大的蜂窝针啊，比较好看，织法呢也很简单。好了，这堂课呢到此结束了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